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看看现在有两个人啊，200、300，哦，500呢，好。我跟你讲，顶摆啊，我唔是有跟你介绍一个健康食品哦，你的反应足好足好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。啊，即马你若是食健康了，要安怎？蚊啊，就要甲你咬啦。所以即马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支万用的电蚊啊拍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万用的电蚊啊拍足好用，足好用。你安尼挥，安尼挥，安尼挥。我跟你讲，恁家就清洁溜溜啊，一支蚊啊拢看无啦。我看卖，你讲啥？哦，你唱歌足好听是？我跟你讲，这支你砸断去吼，你想要唱歌的时阵就安尼唱。别人的性命是空天阁无用，你就免惊插着你的邻居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这支无声。好，我跟你讲啦，这支啊会当唱歌，会当电棒啊，这支啊会使做运动。妈妈伫咧厝内吼，足无聊足无聊的，啊你就愈来愈肥，愈来愈大颗。你若是摕这支转去吼，伊会当安尼挥，安尼挥，安尼挥，安尼挥。你就亲像你伫咧拍球同款，你的脂肪吼就会滴滴燃烧，滴滴燃烧，滴滴燃烧。妈妈手吼整个就消失了啦！我跟你讲，就赞就赞就赞！我看卖哦，你讲这支偌济钱？我跟你讲，这支今嘛烧烧啊卖500卖400卖，这支300够有招啦！哦，我跟你讲，今嘛吼你就扫描咱的 QR code 吼，扫描 QR code 立马下标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心在雪夜起舞唱，温柔前世的牵挂，而我在跳着千年的时长，爱恨成河向。岁月在岩石上敲打，我又留长了头发，耐心等的海岸线的变化，大雨就要下。修容，对啊，就很多人觉得哦，这边肉好多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那我现在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处理，把这边修掉来，那我们首先就准备这个修容的啊，或是眼影其实也可以。那我今天就教大家怎么用眼影修容哦。眼影来，首先我们这边吸一下。嗯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条？嗯，那这边啊，这边以下要打黑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打黑。嗯，有没有很明显这边？那这边以下，我们就这样打黑就好咯。我很快，我很快。嗯。看起来黑黑的，对啊，因为我涂黑啊。嗯，平常会化妆，我平常不会化妆出门啦。今天是要示范给大家怎么样化修容。嗯，哦，有没有？就是这边这条线给它画下去。嗯，
哦，对哦，这边长了一个痘痘。遮瑕哦，可以啊，下次再教大家怎么遮瑕。要唱歌吗？今天唱完咯，我明天再唱给大家听。我现在在教大家怎么样，修容。好，完成咯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变瘦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不管你怎么笑都很瘦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遇到的一些事情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吧。我常常在做捷运的时候观察人类，就像是今天呢，我也遇到了一个小状况。就在列车的门要打开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要上车，准备上车，那我前面就有一位小姐呢，她不停地在低头的滑手机，你知道吗？但她在滑手机的时候，列车的门已经渐渐要关上了呢，但是其实我就是她后面的那个人。唉，我差点就被夹住了。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说，如果下次你在我的后面的话，我一定也会慢慢的走，让你被夹死哦。你说什么？这样啊。对，相信我也相信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啊，在捷运里面一直滑手机，唉，你都没有看到旁边有很多的人，连扶手栏杆都抓不到，抱着小孩你不让座就算了，你让个空间不行吗？让个空间 ，Hello， 空间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呢，大家之后。讲话，讲话，话，什么？叫名字哦，叫名字，名字。生气了，拜拜。